青年有事，国家就不会有事。嘉义青年小行动，创造世界大改变。各位年轻人，勇敢把自己种下去，才会有开花结果的机会。加油！只要是开始，才是一个成功的关键。想到什么就踏出第一步，赶快去做。希望嘉义的有事青年们可以持续在这个为自己梦想的道路上面持续前进，因为要做一场不后悔的有事青年。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概念，小小的一个想法，他想最重要，他是因为想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第一个城市，我们运用的设计的思维融入到我们整个对于青年的一个行动的一个提案。所以这么好，这么有精彩的夜师在这个边提供辅导之下，我想每一次他们最后的成果，虽然中间有很多撞墙，我们说这些撞墙代表的其实就是让他有框架又在突破，突破了框架有更多的创新。所以我们也希望培育一个不要害怕失败的一个这样的精神。我们希望在不怕失败，愿意不断的突破，愿意再一次的站起来思考，借由创新的能量不断的去改变解决许多的真正的问题，提供一个最好的行动的方案。